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这个向量喷口，不是要介绍飞机哈，因为这个飞机是我自己的，对，然后这台已经绝版了，国军版的幻象2000，好，以前特别定制的，刚在7年前吧，差不多7年前那时候有做了，6、7年前做了一批，然后之后就已经绝版了。市面上现在如果拥有这一台的话，哦，好嘞，都很刷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来，今天要介绍这个向量喷口，好，非常好用的向量喷口，这个的话，我们今天要揪团购。我在2019年的4月份、5月份的时候，就距今已经3年前了，现在是2020年，那时候有开团，纠集了做了100个向量喷口，这是阿鲁米者，对，然后你一定要做到100个，人家才会生产，因为它的材料的问题，还有现在的东西都涨价了，3年前跟3年后，现在物价什么都涨，因为这个喷口，好多人问，这3年来。一堆人问，拢会问这个，都会问这个喷口，因为这个喷口设计也非常棒，对。然后这个喷口来注意看一下哈，我这是幻象2000呢下去改的喷口，你只要2颗伺服，1颗伺服拉上下，哦，方向拉左右，哦，跟着联动。然后你伺服器要怎么去买，那就是自己靠自己 DIY 的本事去做了。好，哦，我们主要是要推这个喷口。这个喷口它是合适80跟90的飞机，哦，它合适80跟90的，对，所以这个飞友，如果我们特写在这边哈，飞友，如果你对这一颗喷口有兴趣，我最近会开团纠集，哦，因为已经隔了3年了，好多飞友在问这一颗喷口，哦，问到哦，问到常常也在问啦，哦，常常在问啦，这个喷口非常非常的好用。对，问题就是你只要一摔飞机或什么的，它就消耗就没有了，之后就所以这3年来好多人问，然后这次一堆人被向量喷口的飞行去掏碟被丢下去再做这一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我们这次揪团是揪团这个，好，一卷材料可以做100个，有做到100个。有揪到100个，我们才开团，哦，揪不到100个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尽力了，因为毕竟时间已经过了3年了。现在我相信手头上还有飞友拥有这个向量喷口，我这个是有多余的哦。拥有问题，它是一不爱给出来呗，一个礼拜老，一个礼拜飞，对啊，很多新进的飞友，他很想这个喷口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，我们就开团好不好？好，可以揪到100个，我们就做。揪到100个下去定做，需要2个月的时间，很久。哎啊，所以都已经等3年了，不差最后这几个月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啊，介绍完毕，这个向量喷口，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